30号，月华妻子 Next 首次在香港举办演唱会。首次到港开场的他们特别隆重其事，换上全新鲜红色登场，一口气连唱两首快歌，嗨爆全场。华妻子 Next 接受媒体采访时，还特意入乡随俗，学了几句广东话。一讲到他们最爱的香港美食，成员们就更加兴奋。好吃的 T 恤，哎，有吃什么吗？有叉烧饭，菠萝油，二人小馄饭，叉烧饭，二人小馄饭。首次在香港开演唱会，对于姐姐范冰冰留给什么样的建议的问题，范丞丞也是如实回答。特别好，然后小朋友们就很努力，就这么说，他就这么说，人话。芒果的新闻，坐等月华妻子到长沙也开演唱会呀，报道。